嘅空間，無論係園林啦、住嘅地方空間咧，都比香港係大嘅寬闊。最吸引我呢個地方咧，就係個交通啦。個交通嚟講咧，大家有冇留意咧？其實中國嘅交通咧係非常之犀利啊！佢話一小時生活圈，西九龍高鐵站咧，其實嚟呢度咧只係48分鐘嘅啫。我哋講。随住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推进，形成了三个极点，其中广佛极点为湾区最具潜力都市圈，带动深度融合。佛山是仅次于广深的第三座万亿 GDP 城市，同时亦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。其中三山新城是佛山广佛都市圈内的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区域，与广州荔湾区、番禺区接壤，比邻海珠区和亚洲最大交通枢纽广州南站。轨道方面，规划5条轨道，4条对接广州，从香港到呢度有成熟的交通网络，畅通无阻，只需要1个钟，真正意义上实现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。其实呢度的生活咧，比以前咧系已经系改善咗好多。我哋好多时好多香港朋友，其实对呢个国内生活唔了解，其实我哋睇呢度咧。呢度生活的空間，無論是園林啦、住的地方空間咧，都比香港是大嘅寬闊嘅。咁而我哋而家嚟講咧，其實我哋睇到城市的建設啊，同埋醫院啊各方面咧配套咧係好充足嘅。最吸引我呢個地方咧就係個交通啦。個交通嚟講咧，大家有冇留意咧？其實中國嘅交通咧係非常之犀利啊！佢話一小時生活圈，西九龍高鐵站咧，其實嚟呢度咧只係48分鐘嘅啫。我哋講去到廣州南站，咁而響呢個三山新城裏面咧，其實已經有3條嘅軌道。第一條嚟講，未來開通嘅佛山嘅11號線啦，而家已開通嘅佛山嘅2號線啦。咁而家響我哋個項目旁邊嘅話咧，咁有一條叫做南海軌道1號嘅列車咧，其實橫跨2個站，10幾分鐘已去到廣州南站嘅。佛山三山新城拥有世界级的科创基地，有更好的生态环境，更优越的创业氛围和政策扶持，还拥有完善的生活配套和优质的居住环境，譬如首座意大利名品奥特莱斯的佛洛伦萨小镇、文汉湖公园、三山森林公园等。除此之外，呢度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生活大城，汇聚了现代化的城市设施和文化底蕴，让你可以尽情享受城市的活力和魅力。佛山香港城，呢度有同香港相似的饮食文化、购物城、娱乐城、国际教育，同时亦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片宁静天地，让身心得到放松和回归。佛山的话，同时亦都是一座非常之宜居的城市来的，亦都是一个岭南文化的一个起源地，无论是一些饮食文化和生活习惯的话，其实跟香港都是非常之相似的，所以很多香港客户置业大湾区的话，亦都会首选佛山。在居住环境方面的话，我们周围的话有3大公园围绕着，我们门口的话就是文汉湖公园，部分户型的话甚至可以看到湖景的，可以满足到香港人对改善环境的这个需求。其次，佛山目前亦都是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，越来越多人过来佛山发展，亦都带动了房价的上升。如果居住的话有放售和放租的一个需求的话，万科的扑轮都可以为业主去托管办理的。其实我去过佛山很多次，我觉得就非常有亲切感的。另外一样更加重要的就是佛山都是讲广东话的，所以令到我们更加有亲切感。附近的环境也都是非常好，还有个区也都是很新，所以呢我们第一下就选中了佛山，尤其是天空之城这个地方做我们第二个大湾区的医疗的点。但我们方牌医疗其实很着重家庭医学为主，即是我们都是照顾了整个家庭的。所以呢，在佛山这个天空之城的项目里面呢，我们都是会提倡家庭医学啦。接下来我们都会继续探讨呢，究竟搬咗入嚟嘅夫妇或者搬咗入嚟嘅家庭咧，佢哋有冇其他特别嘅医疗嘅需要？咁而我哋香港咧有一啲先进嘅服务，亦都可以慢慢逐步加入去。咁我相信呢个项目咧就都成10万尺，我哋都希望系可以做得好嘅呢个项目。万科天空之城由世界500强企业万科联手轨道专家深圳地铁，系广佛打造嘅首座天空之城，亦都是全国第6座万科天空之城，将交通、公园、产业紧密连接在一起，
实现三成人一体化的 TOD 生活大城。